我还没转头嘞。阿嬷，我还没转头，你转头嘛？对，来收片。我是讲训练赛，很顺利啊。训练赛很顺利。啊，你家现在在当领队主？对呀。对呀。他靠边老板，啊你。你靠人啊，人外口的有比有拍过，较知影人迄落，啊，搁做面顶头甲办，啊，恁三个啊，全部的哦，唔是讲干呐，早班、暗班、中班，唔知是全部。我知啊，做咩你才有知啊？哎，对啊，门口咩老板啊？我知，我拢听讲。开始一班。三位暂时挂掉。不要在很热的那个啦，下午热夜或是可能会最恰当。要几天？要七八月前最多。行。我明天还要请老面他们，那他都还行。放了对，他给分的。